testing. 时间，今天什么时候？2008年10月11、12。反正今天星期天，地点朝阳公园。现在的时间是14:28，在朝阳公园北部，总算找到了一个大概地广人稀的地方，基本上没人来赶我，可以在这儿自由自在的溜冰。大家先看看环境啊，兄弟们不要笑啊，主人公好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啊。上路，哎呀，景色还蛮好。哦，下坡。下坡不要睡觉啊，下坡。双脚滑湖，能控制速度，不像第一次摔了个狗啃泥。OK。